未公開再集結啦。好，等等我少少，我翻啲位置嘅嚇。喺當中係人天橋嘅示威人士，你話説咩嚟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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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説咩場新聞的觀眾大家好，這個位置現場是中環連龍橋的。之前大概一點鐘的時候，大概有45名的市民就響應網上的號召，去到 IFC 近 Apple Store 的附近一起聚集嗌口號，去聲援今日罷工的醫護 同袍、或者是醫護的人員。咁大概進行咗 IFC 到十零分鐘到二十分鐘到咧，咁佢哋就決定走出去連龍橋度繼續聲援嘅行動嘅。
不過他們出了去大概十分鐘之後，就已經有十多位的警員就說因為他們現在是涉及一個非法集結，之前沒有申請，所以就開始驅趕聚集的市民。之前這班警員也都有喝止 記者不要在這裡封鎖這條天橋的行人路，說記者是有 堵塞了這條路，所以就有啊，有集會自由的香港啊，咁啊，自己啲事可以俾佢哋咧，咁咧，去宣布一個叫做非法集結嘅嚇，係啦，即係根據美孚新村啊、黃埔新村啊，一次嘅又一次去試。咁警員依家係不斷用攝錄機去記錄喺橋上生活。要護罷工的市民的樣子，表示是幫手派白色的絲帶給現場聲援醫護罷工的市民。聲援醫護的市民都有不少是戴上白色絲帶去響應翻。現場見警員就已經沒有再在連龍橋度出現㗎啦。
咁依家中環連廊橋就已經暫時回復平靜嘅，仍然有數十位市民係繼續喺度舉住佢哋聲援醫護嘅一啲標語紙牌。咁其實如果你前連龍橋都試過有類似文宣咁樣黐咗喺地下嘅，咁嗰次咧就有大概700名嘅防暴警員就跪咗喺度徒手喺度刮甩地上嘅文宣，咁依次就唔知道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啦。咁暫時都係冇任何嘅警員或者防暴。喺視線範圍都冇出現到嘅。多謝你啊！因为依家中环和你 lunch 都暂时回复平静，就未有状况住嘅。咁记者就息一息 live 先。咁如果有任何嘅新嘅事态发展，会继续开翻直播。而我哋稍后2:30亦都会有直播，系关于卫生局、卫生署同埋科技资讯。